欢迎光临台湾吧，我是你们的 NCJ AK MC Jen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。CJ 好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 NC Jen 哈来给我们这个黑皮麦造，那它是我们跟台湾果农挑选的五种生产的水果来做成的气泡麦汁哈，没有酒精，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喝，好不好？既然今天都是要做这个介绍，那我们至少要调出每一支有一个对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我们的主角，好，黑皮呢是我们用台湾的凤梨做成的气泡麦汁。好，来你先。嗯，还蛮好喝的，而且味道都算蛮清爽清顺的，我觉得挺赖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凤梨开始发想，我们等一下要做就是理想级的配方 ，OK， 然后调一杯，我想你可能让我们交换。好，那其实呢，我个人平常是纯饮比较多，所以我今天打算使用一个方法，黑皮我们是凤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有一些龙舌兰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叫做龙凤胎的搭配。我们这个调酒学习，就是都是学术派的调酒，是学名用的。那个后置帮我 P 一些酒香气息的东西 ，OK 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，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基底加进去。那因为这次气泡麦汁其实它的味道并没有非常的强烈，材料部分这边就不会放太多 ，OK， 那我们就放一点龙舌兰进去。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放多少，我就这样就可以。你那真的是一点，真的吗？你试试看，味道的层次够，其实还可以再加别的东西看看。其实我觉得不错，但我个人喜欢龙舌兰，所以好来，好，这边已经完成了哈，龙凤胎 ，OK。你那真的完全是学名派，完全没有逻辑，你都记不它的味道。每一次调酒都像冒险一样。反正居家调酒，我们还是一样跟大家讲，就是自己开心就好。好，那我们交换喝。我觉得你的这一杯调酒非常的纯净，可是我觉得它有趣的是，它每段居然跑出一点点龙舌兰，因为你刚调的量没有很多嘛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多多跟琴酒。我觉得其实搭起来非常非常的顺，凤梨一点比较刺的味道反而就完全没有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是好像很早期很难看的电视购物节目，后面观众也在买单，好，先帮他打进来，八组有优惠。好，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支，第二支是你刚刚说是蓝地，然后它是红龙果。对，那吃完以后，我的排泄物会变成什么？水溶性的红色色素，所以会变红色。哇，你讲话好有文学气质，就是它不会在你身体里，好多尿个尿就出去了，这样子，非常健康的，非常健康。好，那我试试看它的味道。这支应该淡一点，我不会用淡形容它。如果这时候是要介绍产品，我还是会有非常的纯净来形容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换你先，好不好？换我先，我用 Vodka。老师请。真的假的？换我是不是？好啦，一样，好，拿出我的学术高度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我们先加这个我们红龙果进去，伏特加。我原本以为有荔枝的，有荔枝。原来后面的可以用啊？原来后面可以，可以。不是，我那边有荔枝，我可以做一个龙特荔，但是因为没有找到荔枝，我觉得你就觉得跟我合作非常没有逻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算是另外一个派系的，没有逻辑，很棒。我们是学术频道，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两杯啊，组成的过程啊，大概有95%下来，对，所以你喝看，我喝看，好，然后你再喝看，我再喝看。差不多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找到有关蓝地这一瓶最完美的调法。下一支啊，第三支酒，红龟的草莓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很了解我的手法的过程。我们这个草莓中间加入一点冬瓜茶，就变成草冬梅。你不要说有派对，草冬梅有派对，好不好？草冬梅有派对。OK OK， 讲出来了，完全没有酒精的。哎，对，等一下，对、啊，你这一杯已经忽略了，那我再加点水进去好吗？加点水。你已经跳过调酒这件事了，你刚已经进入到手摇杯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也完成了。可以，好，我先，请你喝我。好，我也请你喝，谢谢谢谢。草东味很重，菇啊、寒啊，对不对之类的，好不好？你这个。它有一种泡泡糖的感觉，因为我刚是用 rum 调，然后我刻意倒的用力一点点，所以刚你上面有喝到一点点的气泡，对，就增添一些口感。不然因为这一杯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算是有你的那个算什么？我有点失败。好，我们这个草东梅有派对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这个老汤萧雨辰小伙子来试看，耶、yeah ！老汤你要帮我评，你今天怎么？你今天怎么评啊？你要评评。我今天坐公车，好，漂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酒不开车，喝酒不开车，真的，真的。我会被害吧？不会，我们都喝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要打分数吗？还是要？没关系，讲一些评语，刻薄一点。这是我的，你不然你可以试完两次再一次。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哦，
四支黄少的柠檬，那这一支据你们刚刚说是味道比较强烈一点。对对。目前我最喜欢它，这一支我要让它的酒多一点点，因为它的味道很重。嗯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我觉得我做出一杯真的调酒，真的，这一杯平衡感很好。好，来。哎呦，对不对？精品哎，酒出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支算目前不是我偏心啦，因为它的柠檬味算蛮特别的，不是像这一种柠檬或者是雪碧啊，或者是果汁类的柠檬，它是很新鲜的柠檬，对对对对，感觉我在吃柠檬皮的那一种。所以它调出来的味道，我刚刚配坦维利来说啊，它是一杯调酒，而且是居家型合格的调酒。前面我们可能都在灰啦，所以这一支是我觉得是认真的。来，帮你喝看这杯，可以卖，好臭吧。最后一支，我们来开这个白米的香蕉。我刚刚就一直在想啊，这可以搭什么？这个就厉害了，香蕉加上一点芭乐汁。那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个使用香蕉的品种是高雄旗山的香蕉。你为什么要憋笑？这个旗山的香蕉呢，这其实是70年代我们台湾香蕉王国出口日本最大宗的香蕉，我们这个品种叫它旧北蕉，就比较老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个香蕉加芭乐加一个老的品种，叫做。香巴佬，对啊，里面没有酒，没有酒，我就在那是做什么的？老人喝的酒，对吧？高粱，这支其实我自己的，你看已经喝一半了，古巴比较重口，就比较像这种。通常文为了符合文学这件事情，这杯可能都比较气质。没有，我觉得快点，你没有放快点啊？对对对，不一定，好不好？厉害、啊，我觉得。其实蛮妙的，我觉得可以。这就是我今天的代表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换位换位。我先确认一下。失败。它完全是很清草味，吃起来有点像那种礼盒会放在最底下的糖果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怪对不对？但其实我觉得不差，有趣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今天最奇怪跟最特别的这一支，它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，就是那个反的那种八芒六，不错吧？五八比较凶啦，对，女生可能比较不习惯。刚我们觉得都蛮好喝，可是因为香蕉它是比较嗅觉，所以我觉得你在调这杯的时候，最后再上一点香蕉在上面，然后不要晃它，对不对？不要晃它，让它留在上面，香蕉味留在上面。嗯。啊，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先重现一杯我们今天各自最得意的酒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呢是用白米的香蕉，好加上一点芭乐汁，加一点高粱啊。然后我的是黄少柠檬的版本，然后我搭配的是坦维利的琴酒，然后跟雪碧，大概2:1:1吧。但这个是我自己今天试完觉得不错，大家回去也可以去调配一下。我们今天都有加冰块，都有加冰块，比较爽，这样好不好？干杯啊！好，即日起呢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到华山园区可以购买我们这个黑米麦造，那你可以直接上网订。如果我们订一手的话 ，OK， 有优惠，5瓶多送你1瓶，那再搭配我们这个黑皮开瓶钥匙圈，还有很多优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谢谢，谢谢继续，好，谢谢继续。